不要太紧哦。嗯，因为现在特别干啊，不够这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做。很多商家都关店嘛，没有做生意嘛，他们可以找的都找到七七八八的。前两天呢，我的这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给我，他在问说，我知道说你们实际有在做这个面罩，然后我可以供应那个海绵。因为我们买不到那个海绵的，我们的师姐的朋友啊提供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拿。可是他但有给我们那个准证，给那个警察，所以才可以开车出来。没有的话，现在是很严格，很多地方都不能出。泡棉厂商吕志成获悉慈济面对缺乏泡棉的问题，吕志成随即与慈济结缘，可制作出10000个面罩的泡棉数量。是讲较长哈，变做穿起去时啊，里面有滴白镜的人啊，伊袂卡到伊啊。OK。面对看不见的病毒，身为老板的他选择让全体员工停职留薪，以保全大局。政府叫我们 movement control， 就是叫我们不要上班。公司要关闭，我们就跟着政府 instruction 就去做了。始终这个 virus 都看不到，蛮危险的。金钱跟生命的话，我还是选择生命，钱还可以赚回来的。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冲击着全球的经济，却无阻吕志成发心助人的决心。善的举动不仅解决了慈济志工燃眉之急，也成为慈济志工越挫越勇的动力。Hospital 那边一直在打仗，慈济是一个蛮好的 organization。如果我们可以供应给他一点东西 ，Why not？ 每一个人要做每一个人的本分，这个不是你一个人，这是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。在疫情发生的这个期间哈，每个人都很烦恼了。他还可以说从新闻啊还是哪里看得到我们慈济在做这个面罩，然后发心要来捐这个海绵哦，真的是很感动。当志工这么久以来，如果是面对问题，也是可以一一解决了。我也不觉得说问题在哪里，因为每次做了就忘了，做了就忘了，还继续做下去。慈济志工与社会人士借力使力，用行动祝福在一线努力守护生命的勇士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采访报道。